嘞，兄弟姐妹们，看看有没有像一个定海神针啊！每年这个时候啊，是海牙最泛滥的时候，也是渔民最头疼的事情。因为渔民一撒网的时候，这个海牙很容易把网割死掉啊，所以咱拿个锹把它拍死掉啊。如果你心情不好，往屏幕上使劲给我怼两下啊！这个东西的学名叫做水母，也叫做海蜇，应该有很多人吃过它的。如果你对它不是很了解，就不要轻易的去触碰它，因为它会蜇人，有毒的。在海边洗澡的时候，一定要更加的小心。咱这手机连接的是 WiFi， 留下一个双击啊，关注我，下午7点户外赶海直播。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你们现在看到这个洞口啊，根据我多年的赶海经验，这绝对是个螃蟹洞。我去，我去，我的个妈嘞，这怎么是个八爪鱼？进来的朋友，如果你的手机还有20%以上的电量，请给老妹点亮一个小红心，关注我，看我每天户外赶海直播喽！来吧，朋友们，中午好啊！这个就叫海葵啊，大海中的一种软体生物，营养价值特别高，男人的加油站，女人的美容院。如果你第一次见的话，麻烦留下一个小红心，记得加个关注，喜欢大海的看我赶海直播。Hello， 来了，兄弟姐妹们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特别的鱼啊。看它细长的身板，动起来还是挺有劲道的。像这种鱼也没有什么肉，我决定啊，还是把它放生大海吧。看到这里，觉得我做的对的朋友就帮我点下小红心吧。喜欢大海的朋友记得加关注，看我带你们赶海直播捉海鲜喽。